兄弟们来了，一样的家丑142，发报发报发报。刚才本来以为鉴定完20个零食拉了你会不舒服啊，没想到鉴定完了是兄弟们不舒服、啊、还以为开局就是巅峰，没想到最后更炸裂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狗托，太残暴了。什么情况？兄弟们来了，一样的加成142，发报发报发报，速度速度，我操你妈，狂暴啊，狂暴，一样的加成是狂暴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结果？好残忍，恶心你，一样的加成就一样的加成，后面跟个三狂暴。我要的狂暴是那个戒指上要加个狂暴，不是说耳饰要一样的加成要狂暴。万幸中的不幸啊，出了一样的加成，但是却靠近不起来，直接就告诉你结果了。啊，狂暴呢是有一定几率在战斗中把你的防御转换成伤害，专用，特技选择的余地，160专属特效，专用。哇操！够用啊，60敏捷的永不磨损，还带特技七龟速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好像出三属性了，误爆加法伤，误伤加速度，误伤治疗加法术伤害结果，双双刺激狂暴，法爆加误伤，法爆误爆加治疗伤害加法术伤害结果，误爆加封印，法爆加伤害，法伤加速度。我擦，这20个零式全废呀 啊！没有办法，没出东西，只能正常普普通通朴素的卖个140的无级别鞋了啊！呸，恶心！无级别啊，他是出了俩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刚才本来以为鉴定完20个零食拉了你会不舒服啊，没想到鉴定完了是兄弟们不舒服。89、49啊，81和49啊！呸，恶心！